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打我们的干头卡，来吧。对上 Carasa， 我生气吧 ？OK， 不要什么了 ？Carasa，Charizard 啊，我们要水的，可以。Bless Burn 吗？还是 Dragon Claw？ 如果 Bless Burn， 我要打。Dragon Claw， 好，没关系。啊？就这样吗？OK。用水去冲，看你挡不挡，可能不会挡。送个冰好，好，刚刚好。等一下吧，那我们让他去。哎，他挡住了。那么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还是会赢下这个。这有点快。刚才应该打了，得打。这应该可以把它打下去了。可以，应该是赢了。OK。跟我像打 speed run 一样。啊，Plus Machamp 啊，这个也是顺风，OK。等一下可能要换一只，换棉魔好了。可是我这只还是赢他，就是 OK。Dragon Claw 应该是 Dragon Claw 吧。第一只是什么？有点忘记了。
讲一讲吧。咯。OK。好啊，进到我们下一场吧。S. Walker Jr. OK， 我们对上什么 ？Miu， Black Press， Rachel 啊，看这里，得用石头砸的。超杂不误。把面抹上来。啊，不应该打。老。一。是，OK， 不错。可以。马上进去下一场，那我们对上什么呢 ？La Plus， 就是 Rachel，OK。真的假的？
哟，看你当不当。当嘞。不错，老，这应该可以把它打下去，打，再一下，剩这一只。你刚刚咋的？看，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又是5局。